送礼收礼最怕收到发胖伴手礼，就是零食啊，大家是不可或缺的啦。所以朱莉姐，在榜上你最爱的零食是什么？一定是牛轧糖了。平常吃那么多，感觉过年你没有牛轧糖，你就觉得不幸福啊。我对于饼干跟蛋卷都还蛮有兴趣，配个咖啡配个茶，我大概三盒没问题。天哪！你在那边吃，而且你知道吗？12条哦，尤其是打麻将的时候。现在一盒呢，好，我们把它换算成这个油啊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油啊，大概有。的油，如果换算成走路呢，它大概会走7000步，你才能消耗它。7000步，哇！弟弟们，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没错，中国人过年过节一定会送亲戚朋友一份很好的礼物。对。但是最近这两年，因为食安风暴的关系，收的人就有点怕怕的。我去研究一下，到底送这个礼物对我实用不实用？所以今年如果你要送礼的话，第一个你要多用一点心，不然的话。那你的送礼万一变成失礼的话，那就划不来了哦。没错，送礼真的是一个大学问，而且要送的恰到好处，不失礼，然后又送的够气派，够有诚意。对，所以呢，这一集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收看一下哦。那到底台湾人最喜欢的收礼是什么呢？就是根据这个商业处的调查，第一名就是高油高热量的糕点甜品，高达44.2%。哇！所以表示啊，台湾人虽然这几年呢，非常重视这个食安问题，但是一讲到吃，好像都有点没办法抵挡美食的诱惑。是，所以这些礼盒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赶快请我们杰玲来告诉大家。耶，又到了过年呢要买伴手礼的时间啦，但是呢买错可就不太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年节礼盒排行榜，小心送礼收到肥油礼啊。第一名就是超级高级的干贝酱礼盒，但是到底有什么危机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高钠。那如果高钠有可能会得什么病呢？我们马上揭晓啦，肾脏病。哎呦，哇！可是干贝酱非常好吃，而且我觉得很方便啊，方便啊。对，干贝感觉就是高级的感觉，高档啊，这是多有面子啊，真的。好，玉琴，所以你最喜欢收到的礼是什么礼？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刚刚吉吉妹妹讲的糕点。所以你都是那44.2%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我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吃甜的，尤其是女生，其实真的有两个胃，你知道吗？吃完咸的，吃的再怎么饱，一定还会留一点点的空间要吃甜品。我曾经就收过一份礼哦，他就知道我喜欢吃甜的，送的那个蛋糕。对。就后来，因为它其实是应该要先冷藏的，然后呢，我一回家想说，刚吃饱饭，打开来看一看，上面已经发霉了呢，已经发霉了。可是发霉表示它没有加一些有的没的，你的意思我应该把它吃完吗？也不必。那可是如果说收到这种干贝酱礼盒，你是开心的那一组吗？其实我不喜欢哎，因为我觉得腌制过的东西难免可能就是比那种新鲜的可能。你知道腌制就是为了延长它的期限嘛？对。那你如果是真的正常的情况下去腌制，可能还会少一点防腐剂。可是这种罐头的东西，我觉得难免多一点点的疑虑，是它会添加过多的防腐剂。谢哥，你看刚刚玉琴就是你刚一开场讲的，对，就是送了人家，人家还不喜欢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不只是疫情哦，一般来讲有一点点医学尝试的，他们对腌制品都不敢吃，会怕怕。对，像医生应该都不喜欢吃腌制品嘛。对，天然的食物比较好。你这样丢球给侯医师，他总不能说哦不，我很喜欢。而且这种东西其实是送礼也方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你可能可以摆。没错。那问一下 Julie 姐，因为真的送礼，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很难的一件事？我觉得真的还蛮难。以前哦，我在送礼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好看就好了。其实我真的没有去考虑到说人家收到了之后，到底这个东西他会不会吃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担心说人家一打开的时候看到的那一刹那的心情，对，所以我就会选择就是说那个干贝礼盒酱。其实你有送过人家干贝礼盒酱？我去年就送过蛮多人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其实因为第一个是没有时间去逛，对，然后我就刚好上网路上去，然后他就很多那种已经包装好了，比如说2瓶的，然后配一个什么东西，漂亮啊！他那个礼盒看起来很漂亮，对，而且我想说干贝酱，而且你送干贝酱，保证不会像玉琴这样放2年，因为随时打开都可以吃了。而且我想说这个一般也很方便呐，就是大家都用的。但如果人家送你干贝酱，你喜欢吗？我应该会再转送，转送给我，所以高钠。
所以我刚刚就想到说，为什么会转送？你知道我都没有去考虑到，我今天上这节目的时候，我在想，我就我没有去考虑到人家收的那个人的心情。对，我现在都是觉得说我，一直想说赶快我有送就好了。对，我就觉得说礼到上面有我的名字，这样就 OK 了。可是像我现在在想，对，如果说是我收到干杯这样。我就真的会考虑到说，哎，这个厂牌好不好啦？对，那这个礼盒会不会真的太咸啦？它是不是腌制？真的会想很多。是，好，那当妈妈的都会想很多，但有人很爱啊。我们这种单身族就很爱啊，就是说住在外面啦，然后其实有时候吃东西。一打开就可以直接吃，不是很方便。煮个面还可以拌面，对，就煮面就直接拌进去了。所以像这样的礼物，你要转送就送给我跟郭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打开来就吃很方便，我会尽量在没有过期之前。而且我也觉得这种腌制物吧，可以放很久，可以存放很久，对，所以就不会想那么多，就可能冰在冰箱里。对，然后想到的时候，哎，拿出来挖一挖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然后甚至放在那边都不会注意它有没有过期。那请问一下营养师哦，像。阿布这种单身族，他喜欢这种腌制的，尤其像干贝酱，他说要泡个干面啊，什么都很方便。那您来告诉他，到底这个干贝酱里面的含钠到底有多高？大家都会知道钠很高是很风险哦。那尤其这个季节，其实它还是就是很天气冷的季节。那你知道天气冷，我们血管会收缩，所以很多人会在冬天里头会发生中风。那你知道就是。我觉得单纯像如果说，哎，我这个干贝酱放在一点面里头还 OK。我看过有人把干贝酱当成一道菜来吃，啊，因为他就觉得这个现成啦很方便，那量就太多了，对，所以重点就是你怎么样烹调这样子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咸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就是如果说干贝酱我们拿来做菜好了，比如说烫青菜，好烫完以后，别人就会觉得，哎，我弄个干贝酱，你大概可能也要这样的三汤匙，好，差不多嘛，因为这样子它才会感觉有点味道这样啊，对。可是它酱有多咸呢？那我们先介绍一下，我们一天需要3公克盐，这是基本款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3汤匙的干贝酱哦，它就大概就有1公克的盐。哦，所以就表示我们已经一道菜就已经1/3的量就已经有了啊。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过年的时候也会常吃到像鱿鱼丝这一类的，对呀，还有牛肉干啊，对，这个是很常见的。那鱿鱼丝这个一包不是大包的，就是一般的小包的，那牛肉干就是。一般正常的这个 size 哦，那你看哦，鱿鱼丝一包就有2.3公克，就2.3公克，其实就是这个汤匙2汤匙哦，2.9公克就是这个汤匙3汤匙。那我们再来看啊，就是说像这个腊肉，我们过年一定会用到腊肉，一定有，婆婆妈妈超爱的，对，一般腊肉一条就差不多，就有点像香肠的那个一条那种感觉哦。好，那因为它的热量非常高，你看它的热量哈，一条就有400卡，啊，有些腊肉不会用瘦肉做，三碗的饭呢，对，差不多，它一定是肥肉做，它只是因为。就是也烘干了哦，就是晒干了，所以它压扁扁的，但是它其实里头都是很多的油。那它有多咸？我们来看，它就有3汤匙的咸，所以就不要，你知道年菜这个腊肉应该只是其中一个，还不是全部嘛，所以就会变成你会知道年菜有多咸，它真的很咸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真的要来找洪医师了。洪医师，这个干贝酱哦，除了它的高钠以外，听说如果食用过量的话，可能会产生失智甚至罹癌。我们知道哈，干贝哈，它是一个蛮贵的食材。是。那现在其实越贵的食材哈，厂商业者就会去动歪脑筋。我们最担心的是黑心干贝哈。什么叫黑心干贝？是。你买到的干贝，你一定希望它长得白白胖胖又大大，我这样瘦的也敢。那我们在想说，好，那小小一个干贝，业者当然会想一些方法把它发的变得比较白白胖胖哈。最常见大概两个东西哈，一个叫磷酸盐，一个叫铝蓬松剂。那磷酸盐它。我们刚刚讲说钠离子很伤肾脏，事实上磷也是很伤肾脏。那磷吃多了也会皮肤痒，然后会抑制钙的吸收，会变成低血钙、骨质疏松，所以它问题也一大堆。那我们刚刚讲第二个叫什么？含铝的膨胀剂。那这个铝就是以前我们在讲说做铝锅会铝中毒，铝中毒的话，其实很多问题，包括我们中枢神经会影响到我们智力、老年痴呆。然后我讲话会觉得断断续续的不大清楚哈。那另外它铝也会引起我们一个叫软骨病哈，所以这两个是非常危险。如果吃到是黑心的干贝，但是我们要把它漂白，事实上有时候还会用两个东西，一个叫二氧化硫，一个叫做双氧水。那这两个都是大家听起来好像是化学工厂、化学实验里面的东西。那吃进去当然有一些黏膜刺激，也会伤到我们的肾脏。那已经伤肾的，我们讲磷、铝，再像二氧化
化瘤、双氧水啊，当然大家就准备来找我了。好啊，真的，所以千万要小心啊，不要过个年之后，然后就开始挂号，那就不好了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干贝这样的危机有这么多，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送礼呢？解铃。是的，现在送礼呢，已经不是送到小城外，是送到心坎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选择健康的伴手礼，就是用这个新鲜的干贝来取代我们的干贝酱礼盒。是，那我们请问一下营养师哦，因为我们刚在讲就干贝酱不好，那如果送新鲜的干贝是比较好。听说新鲜的干贝还会帮我们消除内脏里面的脂肪哦。因为是这样子哦，就是说我们新鲜的干贝比干贝酱热量一定来得低。对，那但是因为它主要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叫牛磺酸的一个成分，那牛磺酸就是帮助我们脂肪肝的一个代谢，它其实有点像是维生素 B 群这样子。那但是我要提醒大家，生干贝它也是有胆固醇，对，所以如果说你，可是因为我们在家里头收到这个礼，不会一人一个啦，对，对，我们应该的做法就是鼓励，就大家的做法就是它的烹调方式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煮汤啊，你干贝煮鸡汤，那个味道就很鲜甜了，对，你也不用再特别再多加了很多的盐或是其他的一些东西，那你可以把干贝的这个营养价值可以保留下来，这样子。那生干贝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它胆固醇有很高吗？其实生干贝的胆固醇哈，大概会接近我们的一天需要量的大概一半。可是呢，也要看这个生干贝的大与小，一颗对，就是不是像这样子，有一些有这么大的干贝，很大的，对，那个就会有，对，所以有些人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好像就是吃喜酒，好像没有什么胆固醇。其实喜酒里头，因为这种东西也会出现，对，所以重点就是看你摄取的量。像我们在家里呀，那个小朋友因为喜欢吃干贝大的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煎这样子，就是煎一煎就可以。对，小朋友一次都吃三五个哎，我应该这样说哈，小朋友当然就是说他相对他们的这个脑力发展需要胆固醇，对，那我们说如果比如说你一个月只做这样的事情一次，他其实是不影响的，但是我们就是要让他习惯，就是说他不可能以后未来天天都做这样的行为，那当然也很伤成本了，对，妈妈的口袋很伤，对，但是我想说，因为这种东西都是偶一为之的话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个大碍，那只是说毕竟他这个里头如果说像牛磺酸的成分，我们还是建议就是清蒸的方式，它比较容易保留它。对，煎相对还是会容易让它某一些的这个营养素是会流失的。对，了解。好，那接下来年节礼品还有哪些问题呢？节点。好，马上看一下年节礼品，第二名就是牛轧糖以及蛋卷，还有饼干礼盒。这些可都是吃，就是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配的，一定要的。马上看一下这些零食有什么样的危机呢？就是高油。什么样的病呢？心血管疾病。哎呦，哇，这些零食啊，大家是不可或缺的啦。所以朱莉姐，这榜上你最爱的零食是一定是牛轧糖了，就是牛轧糖本人。对，就是就他，因为我觉得平常吃那么的感觉，过年你没有牛轧糖，你就觉得不幸福啊，好像没有过年的气氛。对，就一定要有那个感觉，而且要剥那个纸，有没有？而且以前的是很硬，现在又软软的。现在的好好吃。哎，那这样我们知道送 Julie 姐不要送干贝，送她牛轧糖，我们比较省。对对，这个有开心，这个有前提的，就是如果你要送我牛轧糖的话，就是只有大厂牌我才收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小厂牌就会被我转送出去。他又转送，对，自己不吃专业。因为其实平常牛轧糖我都自己做，其实去年就做，对，之前好厉害哦。其实方法不难啦，只是比较费工一点。那我以前都是我的礼盒都是我做了牛轧糖，然后包起来送。哇，好有诚意哦。现在送礼啊，就是送别人你自己 DIY 做的东西，我觉得比很多人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阿布，你本身在这个零食礼盒当中，我比较就是对于这个蛋卷先生比较有兴趣，因为你要坐在那边吃，你看一场电影可以吃几条。现在不是用四条一盒吗？一包都差不多四条嘛。对啊，四个。其实如果配个咖啡配个茶，我大概三盒没问题。因为你在那边吃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十二条哦。这些吃完了之后，那些碎你还要把它集中起来，然后对，不要浪费。对，那感觉多好啊！而且尤其是打麻将的时候，多方便。你打麻将有时间吃那个？哎，打麻将还能吃蛋卷，我觉得需要技术。一定要。其实我对于饼干跟蛋卷都还蛮有兴趣，但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，我收到一个礼盒，然后那个礼盒是我朋友从内地回来的时候，他带的莲藕酥，莲藕酥，而且是有名的，在就是康师西湖名产，对。我那时候拿回来家里，那因为通常他们这种都是保存期限，
它是好像有两个月左右的保存期限，然后我打开来就放一段时间，打开来要吃，我发现这为什么这么的干呢？就是它吃起来没什么莲藕的香味，对，然后呢就吃起来是整个是粉状的。哦，通常我们在想这种酥应该是对，你不会在想莲藕粉，它是用粉做的，没错，但是那绝对不是莲藕粉，吃起来，对我就是在想，不知道是不是不是莲藕粉，它吃起来很干，而且你咬进去之后啊，它会吸干你嘴巴里的口水，就是它非常的干燥，是干燥剂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咬了一口，就觉得嘴巴好干哦，不就把它吐掉，就吃不下去了，对，很奇怪，而且那时候还没过期就对了。我其实没有看到过期，你看有可能是过期，对啊，有可能就是单身男生根本没注意到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营养师哦，咱不是讲一句话，讲老人嘴子正，无糖啊也着病。所以这种零食它到底热量有多高啊？好，你知道吗？之前每一年都会调查哦，就是只要过年的时间越放假的天数越多，对，我们的体重就会跟着就是正相加的增长啊。那我们来看看那到底过年常见的零食热量有多高啊？对，那我们来看泡芙，大家应该都是一盒一盒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一盒呢，哈，我们把它换算成这个油啊，就大概就是这个油啊，大概有的油有那么多。还有哪些是高指数的年节礼盒？广告回来告诉你。肉松不仅要担心猪肉源，现在还爆出造假货。那些必死猪或病死猪哈，它做成猪肉你一定看得到，因为外观不好看，它干脆就化整为零去做这些加工食品哈。肉松、肉酥是最容易做成的，看不出来的。我们做完肉松，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说，为什么肉松里头会有？因为导演说肉是没有。这要分辨真肉松跟假肉松，对。